嗨，老板，你是那个哪里的人呀？我是哪里的？嗯，我是杭州人。怎么了？杭州啊？对，我杭州人。那你会说杭州话吗？杭州话不会说。怎么了？哎，我也是杭州的。我咋这么不信呢？你是杭州的。别骗老板，你是杭州哪里的？啊，我是杭州滨江的。你现在在杭州吗？啊，对啊。那太巧了，那打完这把我们就出去吃个海底捞吧，可以吧？老板，你是杭州哪个区的呀？我哪个区都挺方便的，因为我开车，我和天车开挺快，方便的。你就不知道，你肯定你骗人呢。我杭州哪里的？我杭州哪里都可以啊，我真杭州的，不骗你。你口音。我江干的，我离下沙挺近的。你那滨江市那边是不是有个奥体啊？是不是？对吧？其实我不是杭州的。你不是杭州的，那你是哪里的？我是苏州的。你是苏州的，你咋跑这么快呢？现在又跑苏州去了，你到底是哪里的？我看你是乔碧罗转世，别搞啊！那乔碧罗多胖啊，我可瘦了。你怎么突然说你是杭州这边的呢？哦，选英雄，选英雄！哎呦，聊嗨了，怎么忘了？哦，你玩狐狸是吧？想要什么打野？喜欢什么打野？嗯，都行，反正我都挺菜的，你玩啥都一样。那你这么菜，你接游戏单干嘛？你去接个聊天单，它不香吗？为什么接游戏单呢？我只是谦虚。哦，那就给你整一把啊。看一下最近什么打野比较 nice 啊？啊，艾克打野是不是很强？算了，艾克真的吗？来吧，皇子打野，老板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是玩的特别的好，特别的厉害。厉害吗？还好吧，一般般。看一下你的中路水平吧，行吧？对面玩了一手皇子。那完蛋了，那他肯定要来抓我的。那玩啥呢？我英雄被选了，没有英雄玩了。来吧，剑圣打野，来吧，螳螂打野。老板，快选快选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。来吧，好不容易排到的凯隐打野应该会很厉害。真的假的？这么秀？看一下带什么符文天赋。对面这个阵容，我带个征服者应该会强一点。可以。小姐姐做陪玩做多久了？嗯，做了一个月不到吧。做一个月，怎么突然想着做陪玩呢？嗯，因为平时也没什么事情，然后课也比较少。课？你还在上学啊？对啊。你读大学是吧？在杭州读大学啊？对的。真的假的？你在杭州、啊、你在杭州哪里读大学啊？我在你这个太问的太清楚了，老板。哦，那行吧。你确定你在杭州读大学吗？
啊，我在苏州。你到底在杭州读大学还是苏州读大学呢？你在杭州，我就在苏州；你在苏州，我就在杭州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姐姐怎么这么聊天的呀？啊，你搞得老板好像坏人一样，我对你没啥意思呀，别想歪了啊。嗯。老板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呀？我真杭州的，我现在人在余杭。真的啊？哦，真的，不骗我你。听你说话，我以为你是东北人。我是东北人，我还东南人呢，我还东北人。我真你不是，说东北话我在吗？杭州，我在杭州。不逗你，骗你不是人。嗯。这小姐姐挺腼腆的，兄弟们，这咋办呢？上当了呀，上当了呀，兄弟们，上当了呀！老板，需要我帮你吗？帮我啥呀？帮你打那个野怪。一级的时候，有下路两个人帮我打，不用你来，这不得让你感受到王者的待遇吗？哦，不需要，小姐，我要等下路两个人帮我打野，但是下路两个人好像不来，没事，我单挑这个野怪也是 OK 的。那哪能呢？来，我这就来帮你打了。怎么感觉你这个小姐姐有点阴阳怪气的呢？啊，不是我不帮你啊，是我那个被他揍了。你打鳄鱼好像不是特别好打呀。哦，不好打，他总在我脸上揍我。你别单扎了啊！稳住，等我过来，我先把野刷了。皇子在下路抓，我想反个红，算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哦，完了。我看你是徐坤、按门铃、菜刀加了你，怎么两级就死了你？好吧，你看我带我去单杀他，就这鳄鱼他敢杀我，你等着我单杀他给你看，不单杀他我都对不起我接这单。不是你有啥绝活呀？感觉你好像那个混子。我哪能是个混子呢？有，我皇子红不要了，在下路等一万年是吧？那、哎、红必须要偷一下，不当人。你们家谁在讲话呀、啊，小姨？啊，我一个姐姐。啊，你还有姐姐啊？啊，挺好的啊。刷野，我姐姐说你的声音特别 man。你姐姐咋能听到我声音呢？你开了麦克，你开了那个音响呀、啊、你？我刚刚给她听了一下。你让你姐说个话，我听听看。你装呢？你还有姐呢？她上厕所去了，待会儿回来让她给你唱歌，她唱歌可好听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她会唱那个小跳蛙。
哦，那挺好的。哦，这个鳄鱼为何如此膨胀？对，它可凶了。等我刷个野，没事，我先发育一下。它是没闪了。好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好像有，我今年啊，你猜一下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搞他了，搞他，魅惑，漂亮，好魅惑。哎呦，你说我这手，哎，我怎么就控制不住我这手呢？怎么说？这一波帮你抓了，是不是应该要给老板一点奖励了？那必须的，嗯。奖励老板，你想听啥？你表演个那个唱歌吧。不听唱歌，要么打完这把给我发张照片嘛，唱歌就不用听了。照片啊？啊。那行也行，就怕太好看了，怕你到时候看了之后，怕你会爱上我。你可拉倒吧！我看你那个照片也一般般的，还行吧。嗨。小姐到底是哪里的呀？我现在非常好奇啊。其实是江苏的，但是说了你可能没听过。啊。就是徐州。徐州我知道啊，我咋你这不知知道道徐？呀？我徐州我知道呀，那你为什么要提杭州呢？老板真博学，这不是为了套近乎吗？哦，为了让老板下次经常找我打游戏。你还当个推我塔，推塔，你推。完了，我要在塔下被他杀了，这打不过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勾引一下，你看，好，那我就丝血勾引他。小心一点啊，来呀，小来心一点呀，啊，我来了。他有搭了，他有搭了。他有大咋了？哎呀，哎呀，这后面有人，完了完了。我靠，这鳄鱼为什么他妈变个大能回这么多血啊？对吧？这波真怪我，这波真怪我，技能全空了。好吧，你没看到吧？你没看到，你没看到。我看到了，我靠，你是菜的抠脚啊你！你稍微提供点输出，他都没了呀，相当于这一把怎么1杠6啊？就一个头。那是队友坑呀，老板，这把不能是我坑你的。你看这队友，你看这个奇女。你这一个头也是我帮你抓的呀，你看这群里出的啥？出了本书，你看他这像是好好玩游戏的样子吗？你这甩锅有一手啊！没事，老大板，你去宝。帮别的路吧，我估计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。哦，那我帮下路了。没事，我靠，这个人应该在打三郎。我靠，来了！我这好像被人看到了，哎，我走了，要不中塔没了。来了来了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。哎。来，泰坦打我来，凯宇，就要给你投呢，泰坦，你不像个人，还行吧，不亏吧，7级了，皇子只有几级？皇子只有6级啊，没啥用的。就是上单也不行啊，你看看，你瞅瞅着他们，看看把我老板给操心的。可以啊，我竟然无言以对。他们肯定是那个啥代练小号的，
你这个中路稳住啊，别送。行的，行的。这真不怪我，你看我死在哪？他这个地方把我杀了。哦，那咋办呢？等我出来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老板，你放心，对吧？保准让你赢，啊，你让你输了，我给你发10张照片，行吧？你是什么造型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哎呀，不可以啊！我怎么变红凯了呀？我应该抓下的，变蓝凯了。操！亏了。蓝凯也好，要不打不动这个上单。啊，红凯也好。来了，老弟。来了，老弟。来了，老弟。我好，我来了，你们走了，你真有你的，来了，老弟，哎，对吗？漂亮，好节奏。行，哎，看到了点希望，这我们16开局的，现在80了，真可以。嗯哼，老板，你一点出乎我的意料。溜的惊人啊！小爷怎么讲话一套一套的？啊！这可不呢，这服务绝对到时候得给我好评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来了，别怕，来了，那就干你，那就干你。哎，可以啊。鳄鱼有想法，被打的脑瓜子嗡嗡的。鳄鱼好像有点想法，这波别送啊！哦，他看到我了。没事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来，我来了。你看我的技能空的。进入你的身体，来来，过来了。我靠！我太惨了，为什么我要先上呢？我应该等你们先上的。对。我太惨了，我太惨了！哎呀，我操！我全没有一个技能是亮着的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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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一枪一个呀？太气人太气人了！办法有一个技能就好了，我刚应该把它给卖了。你们是一枪一个给 ADC 杀了？对，应该先去把那 AD 给打了，难受是难受难受。我还有一分钟变身，没办法，等我一分钟。行，你变身就强了，等你。可以啊，老板是我们这边战绩唯一是正数的。哦，然后呢？就很强，就很棒，就牛批。我来了，我操！老板。杀他杀他，哎，必须要干他呀，你不用说啊，这一波必须要干他，这妥妥的。感觉皇子可能在我附近。我来接一下你。好像没人，我推吃塔。哎呀，浪费一层塔皮，亏了亏了。哎，皇子在下路凉了。来了，老弟，可以上了，兄弟，操作一下。我在中呢，你认错人了。你的技能可以再空一点吗，兄弟？我溜了，我去打一组峡谷先锋了，你们顶住。能跑吧，王子来了，溜了溜了，
对的，跑了就是赚了。感觉皇子可能要过来。他们打先锋去了，对。他们看到我了。我还没大。我溜了，我溜了。阿卡。没事没事，哎、问题不大、哎。我丢。这地方。我丢。我进入你的身体。哎呀，我完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好。这怎么 ADC 都来了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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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溜了，快跳跳跳！哎，溜了，再去。不行，我们家变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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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脆了。哎，这 ADC 去哪了？跑这么快吗？对吧？他可是女枪呀，那腿可长着呢，大长腿。哎，我应该带个提亚马特的，忘出提亚马特了，忘了。问题不大。这对面一直拿资源，没办法呀。你以为你打得过我呀？哇好，你是真会 K 啊、哎、兄弟，我操，这 EZ 是真的狗，是真狗，他也拿了我一个头。哦，他拿你一个头也太秀了。瞅瞅他干啥啥不行，抢头第一名，哪像我们老板都把头让给队友，六个助攻呢。我得买个提亚马特，不然不行。那就进入你的身体了。嗯，可以啊，有你在这女枪没活路了。我操！这你妈是个人，是个人吗？哇，这啥呀？阿卡丽，我靠，这么帅！这德玛是个啥东西啊？嗯，德玛咋了？提亚马特来了，打不动他。好像干不过呀！我吐了呀！看了看数据，好像是我坑。你坑归你坑，你还有点坑。只不过是魔力的精神，还有刀刃。来个小龙，这条小龙再不拿就裂开了。小龙拿一个。小龙。嗯。哎，干他！来来来，哎呦，不行，操！我进入你的身体，过来上上上上上！我没大招，能搞吧？能搞吧？能搞吧 ？OB 一下，漂亮漂亮漂亮！哎，这对面一直拉小龙，没办法啊！哇，你刚刚这一波伤害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可以。对呀、啊，这三条小龙狼，这可咋整呢？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这个鳄鱼玩的还可以的，没办法，你本身就有点难打他，没有一点办法。嗯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！我来了。我操！上当了。这德玛伤害太高了，都510了，咋这肥呢？
没事了。溜了溜了，有点危险，小心一点。这个盖伦有点肥啊。你可不能死啊，我们全家靠你了。哇好，差点人没了。赶紧出来呀、啊、再不出来没有了呀。我感觉我就搁在边缘 OB 呢。哎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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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就团灭了？来来来，大龙大龙。大龙来，可以打。哎呀，谢谢啊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黑切夜阵，再来个耐操鞋，等我出个耐操鞋就无敌了。什么是耐操鞋？耐操鞋就是布甲鞋，忍者足具。你咋给人家取这种名字呢？哦，我吐了。嗯哼，就我这个战绩他不赢他就有点过分了。哇，你十二人头了。这盖伦我好，别急，问题不大。想到里我吃兵线，想到里我吃兵线应该会是九块钱呢。耐操血好，无敌了。现在他们就不太好杀我了。只要你活着，我们就还有希望。我十五级了，希望。皇子只有十一级，这皇子出啥呀？骑士之士有啥用啊？没看懂。对呀、啊，这皇子估计不想玩了，给机会了。看，哎，他们家脆皮呢？哟，脆皮的，他后面苟着呢。我操，就这么就上了？哇，他们开了我们的脆皮，进入你的身体了，拔出来。来来来，搞搞搞搞搞搞，搞搞搞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！哎呀，打不过喽！哎，打不过喽！怎么就打赢了？什么叫怎么就打赢了？他们已经打不过了呀！你没看清楚就赢了？红 buff 没有？强呀！老板，听你声音，你是不是长得很帅啊？听声音就能辨别的出来，长得很帅吗？啊，对，感觉你声音很像一个帅哥的声音。被你发现了，其实我就是个帅哥。那就是又帅又有钱那种。江湖人称，我是简约版郭富城，叫我郭穷城。我不有钱，但是我长得帅。进入你的身体。听起来你很自信啊！哦，待会儿你也发个照片看看。发照片，我感觉我们聊的不是很投机啊。你
你说你帅呀，对吧？那你没无图无真相呀。我不，我长得帅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啊？啊，和你有啥关系啊？那我这不是馋吗？馋啥呀？我看你是乔碧罗转世，你馋？我猜你一定是个坦克。嗯，让我等一下发个照片给老板看看，我看一下你是不是乔碧罗类型的。我看你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来了。哎呦，被抓了，被抓了！又就这吗？就这，怎么跑，兄弟？就这，怎么跑？我进入你的身体。怎么跑？我17级了呀！哎，又团灭了对面啊！对面老团灭，怎么对面打一次架就团灭一次？我靠，我吐了！哎，他们为什么啊？他们不是打那个，我们不是打不过他们吗？那我们是打不过呀。那为啥总是团灭他们？那团灭那有我在呀，你看我这个装备，我17级了呀，这个鳄鱼才13级，我等级太高了呀，干嘛？强，老板。他们现在只要团一次就团灭一次，他们现在还敢不敢团？我猜对面已经不敢团了。我拿个红 buff， 他哟。进入你的身体再拔出来哟，我现在一套可以把鳄鱼秒了，我靠，太恐怖了。这鳄鱼出的输出你连鳄鱼都秒不了呢。他们中期强势没有用的。这种打得过不？应该打得过吧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哟，别搞啊，你们两个打不过我的，就打了半天一个人没死，都是你那边杀人了。我无敌了呀，没想到刮痧英雄赢了。你是刮痧英雄，他在说你呢啊。他是不是在说你啊？我来了。可能是在说我，应该是在说我。这盖伦好大的口气，这盖伦穿墙术 AJWQ 直接带走。拿个大龙吧，他们敢出来就团灭。好嘞，拿个大龙，推不进，他们守塔不太好推进去。老板，你有那啥吗？你有腹肌吗？为什么要看腹肌呢？因为听你声音，感觉你像是那种有8块腹肌的男的。哈哈哈！别尬舔啊！听声音就能听出来腹肌，我靠！你好巧。糖出了。我溜了，完了。不好，我看你是徐坤按摩铃菜刀加了你，奶奶救救孩子。我就是飘了。我操！我他妈的也上你当了，看来菜是不会传染的。贪欲九头蛇。那咋办呢？我这装备，我这太有钱了，不知道出啥了。把这卖了，买个青羽吧。看来有钱也不是一件好事情。叫我电竞马云，请叫我电竞马云，不好意思。咋办呢？
对面鳄鱼都夸你呢。夸我玩得好呀，玩得好夸呀。老板，你帅还是马云帅呀？帅，男人的帅不是体现在外表，而是体现在哪里呢？能力，懂吗？那你是不是跟马云一样有钱？我不说了吗？我叫郭穷城。你要问老板长什么样，请百度搜索郭富城就可以搜索到老板了。就高富帅三样，你这样一样就够了。老板，你多高呀？别问，问就是一米八。你怎么沉默了？别问，问就是一米八。问就是一米八，那你可能一米七，不到。我怀疑你在侮辱老板，一个男孩子一米七都不到了，叫什么男孩子？那就叫女孩子。那你可能。哟。我操，你很跳啊你。一米七刚出头。我一米八呀，不跟你说一米八了吗？咋不信呢你？一般说一米八的是肯定不到一米八，但凡一米八的都要说一次一米八了。那你错了，老板是个诚实的人。我有多少我就说多少。我感觉你这个小姐姐是个颜控啊，啊，心心念念一直想着帅的，你是帅能当饭吃吗？那怎么不能呢？帅能当饭吃吗？啊，如果一个帅哥月薪只有3000块钱，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还是愿意跟一个长得不好看的月薪10万块钱的？你选择跟哪一个？谁不喜欢帅的呀？人都向往美好的东西。你喜欢那个月薪3000长得帅的，还是月薪10万长得丑的？犹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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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嗯，喜欢我这样的。嗯。我是哪样的？郭穷城就长得帅，但是没啥钱。没啥钱，钱可以赚呢。啊，我来了，看好了，不要眨眼，千万不要眨眼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波起步应该是有三个头，我好，可能是五上。我操，兄弟，你给我头盔了，我好，这一波五杀了呀，兄弟。强呀，这 K 头过分了。这抢人五杀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这是人干的吗？这不是人干的事情呢、啊。讲道理。没事 ，MVP 还是你的。MVP 有用吗？小爷，请把你的照片发我看看，我们加一下 YY 好友嘛，深入交流一下，让我瞅瞅你，可不可以啊？小姐姐，对，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，进来吧。好的。我看看你是不是乔碧萝类型的。我像是那种，听我声音像吗？听你声音能听出个什么鬼？听你声音感觉有点像阴阳人，讲话有点阴阳怪气的。老板，我加你了。好，通过一下。好，同意一下。好，同意了。给大家抽个100块吧。给大家抽个100块吧。露脸的呢，还是不露脸的？都可以发嘛，都可以发一下，都发来看看。你先进来了，大七抽100啊，可以折现的。没人了呀，换人，要么你给我点一个呗，你们花钱给我点一个，点个能视频呢。这个助理他就一天就安排两个，对吧？那你给我花钱点一个呗，点个能视频。帅气的老板。哦，来了，看看你长什么样啊？瞅一眼。老板说看到了。
你先进来被了，美到。你先进来，选一下位置。哦。哦，这是你是吧？对。哦，我选中路吧，你选其他位置吧。我选上路行，吧，我玩上，我算哎，了，我玩等等中等等，吗？我知道我自己的水平，我知道我该选啥了。这是你啊。嗯啊，哦，你喜欢二次元是吧？对啊，你这鞋得10厘米吗？你这鞋有没有链接？我想穿一 哦，这是你啊！你好像那个小学生呢，你啊？这是你啊！那怎么能呢？我都大学生了。你好像那个小学生，你多高啊？小姐，小姐有多这高啊？个问人身高是不是不好的？我猜你应该就不过1米6吧，1米8左右吧。1米8呀。啊，小姐姐也是搞二次元的嘛，啊？对，老二次元了。你一米应该目测应该是1米6左右，是不是？啊？嗯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啊，那你应该是1米5几。你大概是一米五那不八，跟你一样吗？报自己1米8，其实1米7出头。你放你妈的狗屁！你在，信不信给你来个5星差评？现在，听啊？说长得高的男孩子都比较帅，长得矮的都比较丑。谁跟你说的？啊？反像正你说我这个感话，觉我就都不开是。心了。我要给你来个差评，警告一下。那你要高，你怎么会给我差评呢？我这不是在夸你吗？你承认了什么？